你说上个礼拜天啊，有个小伙就是奔老胖来的，然后呢，你说他整的样一扔陪子，这回小牛呢也走这个路线，看来这是来给丽英报仇雪恨来了啊，要让老胖给当垫背的。哎呀，这丽英是不知道啊，这小伙是为了自个儿的女神，真是挺能花心思的啊。那咱接下来就看看这丽英能跟他碰出啥感觉吧，啊。